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I guess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main session on... That's backwards. No, keep your eyes on the screen. Right. The screen in front. And basically, I was actually looking for... sorry, this very much took me by surprise. I was looking for Suki Hyun to start us, and I'm still getting... Suki 先生给我们开启今天的一个论坛，主要是关于互联网的合作和今后的命运。我们到底准备说什么？我们都获得了哪些的哪些成就？下面就请发言。非常感谢，我向大家问候。我是在德国向大家问候，我想大家都听见我的声音。我欢迎各位参加这次峰会。在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发言人。主持人阿弗林，非常高兴你承担了这次主要的主持工作这个板块。我想联合国非洲事务的负责人，谷歌的主要的负责人 Justin Fair， 数字政策的在国际事务在美国的国务院的负责人，和我们还有 Milton Müller， 一会儿他会加入我们的论坛，他现在正在参加其他的会谈，一会儿会和我们参加，和乔治亚大学的教授和我们在一起，还有 Nana Wakama。代表的是全球网络基金主要的律师，还有 Maria Francisca Patolisano 特别的联合国秘书长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数字办公室的负责人。我们的主持人是阿弗里奥·多利亚。我邀请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这次讨论。我们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发言人，那么希望大家的发言在控制在两分钟左右，我们一共有三个问题，九个发言人，所以大家必须要非常简短的发言，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发言。从开始的，数字互联网治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强调这方面的重要，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现实在改变，我们的时间也改变，而且互联网也在改变，那么这些改变也必须使我们的互联网合作也要改变。那么总体说来，互联网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字合作。那么在昨天开幕式上，大家也说得非常清楚，这次
互联网治理峰会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在 Mark 的咨询室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我们的合作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确认一些细节，我们的峰会在和 Mark 委员会如何积极的合作，可以使得这些峰会的发展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会听不同角度的一些发言，我们会给一些专家提供他们的建议。他们应该说从外部看一下我们的结构的一些建议。那么第一位发言人，我想请 Vintag， 他向我们介绍我们向什么合作的方向，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非常感谢。首先我想说的是，互联网这是一个空间，是一个以全球的分享的一个基建措施，它有共同的特色，和在他们的系统当中，比方说和空间、海洋和土地都有自己的联系。我们有自己的标准，让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时候能够获得和实施能够全球稳定和谐的发展，这就需要网络的合作。这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主要的一个推出的一个合作的方向。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能够推动全球的建议，能够推动全球互联网的发展。有的人想的是需要把互联网分割成不同的小的板块，但是它就会影响到全球的互联网的使用，而且还有一些人考虑到这些数据的控制和保护，这些数据的保护的主，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把网络细分，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我们有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法，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基建水准上能够提供一些方案，比方说我们的虚拟数字方面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可以说使用者的实名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国际间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为全球的互联网发展，大家应该强调的是在互联网的合作，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还应该知道，互联网不光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威胁的一个问题。那么网络暴力和犯罪的发展也会持续的进行，那么我们应该用最好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的使用者，互联网使用者能够保证安全，而且追寻一些网络犯罪的犯罪分子。如果说我们的尤其是黑客对我们网络攻击，我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保护网络的安全，让网络可以成为更加安全的，能够更符合我们各个方面全面发展的需求。现在请艾丽克女士表示她的意见。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想。首先，我们所采取的所有的这个电子化的行动，他们就是在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路线图之内，所以我们想采取的这个态度，就是让那些所有的各方参与，
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而且我们要讲究这个国际的这个范围，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促进这个技术的这个改革或者革命。我们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跟这个国际通讯局合作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项目，它是允许更好的调节联合国所进行的各项项目的工作，而且我希望那些联盟之外的组织和机构能够从这个项目受到一些启发，而且把它看为一个支持协调功夫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路线图它是应该是透明，我们的工作的结果应该是发表，而且应该是非常透明，这样子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且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知道如何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不管是在欧洲、美洲、非洲，不管在什么地方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受到不同各方的支持。当然我们的工作到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个总统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强机构的支持，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通过跟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推广这个包容和安全的网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需要有这个接受反馈的能力，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更好治理这个网络，我们首先必须要搭建一些共同点，但是也需要搭建书写一些共同的文件。谢谢，我非常高兴你提到了我们必须要更密切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也必须要落实我们目前已经有的这些项目。跟我们在一起有娜娜女士，所以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秘书长路线图，就是加强合作的这个路线图？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所以我实际上我已经准备了一个纸上的发言，但是我不会读，我想从我的心里表示我的意见。首先我想感谢那些参加的今天会议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从这个美国连接到我们会议的人，因为你们必须要起得非常早，所以谢谢你们参加。今天是二月八号，而且是 IGF 十六届的会议。我从开始就参加了这个 IGF 的分会，之前这个我也参加了这个 YSIS 的分会。我在这里想强调，我们实际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有十几年，16年前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重要的题目，而且这当时就是在这个电子社会的峰会，所以说这个16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这个电子社会和网络治理方面的有关交流，这个期间之内有非常多国际和国内或者地区之内的一些会议，我们一直在我尽量参加所有这些重要的活动。我今天跟大家在一起的目标之一，就是强调这个电子的合作只是一个电子生态环境的一个部分。我很高兴 Vincent 先生他之前也表示他的意见，因为他也表示在这个电子的生态环境，他
有非常多活动发生，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事项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这个路线图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前提，但是它并没有提及我们感兴趣的所有的题目，因为这个文件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文件。我们要记得联合国 所从事的这些事情，就是那些成员国家不能或者无法自己解决的一些问题，联合国才从事这些问题的工作。但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个路线图已经是存在着，我们手里已经有。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这个国际连接已经工作非常多，但是其中很多方面在这个路线图被忽略了，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工作的一点。在此我想感谢所有参加我们的会议的人，因为我这里想强调网络是为全人类而创造的一个工具，所以说这个工具的这个网络的目标就是造福全球的老百姓。我所工作的这个组织叫做 The Web Foundation 网络基金会，我们完全从事这个电子合作。我自己你们可以看我的脸，我是女生，我是皮肤黑色的，我是全球南部的代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讲究，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的人的声音必须是能听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组织的一个承诺，我们想给所有的人提供网络的使用，这是我的保证。非常感谢。我想这就一定会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发言，这就是网络合作的一个基础。下面我想进入下一个发言人 Justin。 你好，对我们来说不是重要，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刚才已经闪过了。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再次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探讨这个问题。我现在和美国的国务院负责这些负责我们的网络协调和数字合作，能够创造更加紧密的合作方式。我们同时也在负责网络的安全和网络在外交领域的使用。那么在全球范围的合作，这是一个更实在所有的各方面的包容性，是一个非常必须的不可少的一个新的网络技术，还要成为我们改变世界的一个主要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此时能够共同的把一些重要的主要的政策能够实施下去，让我们能够总结一下最近的一年都取得了哪些成就。我们在这方面和国际的通讯组织在前段时间发表了一个报告，谈到了全球的通讯的状况。全球的通信状况并不代表所有的国家。在此之前，联合国成员国同时也签了一个全球的反网络犯罪的一个法案，而且还遵守人权的法案。我们尽力的能够和在全球的各个方面进行合作。
我们也知道大家在各个方面的，包括国家的地区的一些论坛，在谈到和私人企业的一些合作和社会团体，那么网络的合作现在一直都非常好的进行，但是还会出现一直的能够更加紧密的合作。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还最近还没有达到的一些目标，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能够更好的利用新的资源，被所有的机构研究的一些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联合国秘书长给我们的一些方法和指示，使我们还能够做更多的努力。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能保证全球的网络可以说更好的被使用，而且更多的包容性，更多的保证人权和言论自由。同时，我们也能够在各个方面努力的合作，达到共同的目的。我们应该确信我们的中心的控制作用，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积极的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就说这么多，非常感谢刚才您的一个评论。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安妮特，非常感谢。确实，我们不能不同意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报告。首先是关于包容性和人权，我们都非常的同意，但是还一直有很多的问题。对我们在没有可能性使用互联网，并没有全球人类有共同的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联合国秘书长同时也决定在高等的互联网的形成和合作当中，各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需要的是各个方面的互相合作，各方面的合作，各种维度的合作，可能的话需要的是互相的信任，需要互相的金融支持，然后我们还应该记住国际间的合作，国家间的合作，在互联网的领域当中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挥。我们应该记住，公民都有固定的确定的一些权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注意力，让互联网有更多的责任性，而且制定更多的法律法令，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给我们指出的这些合作的方案，并不是所有的都能被实现。所以我们希望成立一个高等的机构，尤其是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确切的一个些责任，而且能够有一些经济方面的支持，对那些互联网的一些实施的机构。互联网秘书长的远景是有一个全球一个公约，互联网公约，这个上面说的是我们应该更加的提供全球的合作，能够治理互联网成为全球的资源，但是上面没有提到更多的法律法规的一些全球性的规则。我想在新的公共的互联网资源
我们非常敬业的是没有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努力和积极投入会被浪费掉。我们的共同的资源和努力必须和一些政治领导跟他们一些紧密的合作，而且让他们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实际的承诺。不希望我们的合作和包容性没有被没被新的法令法规上面得到反映和实施。非常感谢您的您的讨论。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评价我们工作的意见。这个评价是有的是好，有的是不好，那这也是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收到你们的这个有一些价值的批评。现在我们请 Jean-Paul 发言。 As you can see, technology is always challenging whether you are in person or virtual. Thank you so much, Arvin. Thank you for all the perspectives you heard already. 女士们、先生们、first of all, 我们有一些技术问题，但现在我就可以开始。非常高兴可以今天表示我的一些意见。我是从这个非洲的经济委员会角度做一些陈述。我想说，很可惜，在非洲，这个网络治理，不是它就是一个我们不能影响的一个过程。我们这是这个过程的见证。实际上，很多就是非洲的国家，他们对这个没有什么政策，他们自己不治理他们的这方面的法律。所以希望通过这次的路线图，我们可以保证非洲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要强调这个新冠疫情在网络使用的这个情况有非常负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多进行国际的合作，加强包容安全这方面的努力和工作。我们必须要保证没有特别昂贵的这个网络，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需要培养一些电子能力和引进一些公平和合理的规定环境。如果我们谈我们这个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是非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那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电子合作的高级层的平台。我们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说，就是影响这个非洲的电子化转型。我们在这个范围跟地方的单位进行密切的合作，而且我们想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让这个电子转型能够发生。我们的这个委员会也成立一个Cash Alliance 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工作范围之内，我们也在推广一些好的管理，比如说这个网络贸易的主要成就的原因就是这些支付平台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这里想参加新法律规定的相关工作。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经济委员会参加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不能日常使用网络，在这个方面，我们跟这个 Girls Can Code 的这个组织进行合作。这个组织就是特别为女性推广一些电子能力。同时，我们也在发展一个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平台，而且，我们在这个平台也会，进行什么药品销售，等等。我们跟那些药品制造商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也想支持非洲国家共同购买药品和其他的医疗产品，所以这个我所说的这个贸易就是$700,000的贸易，所以主要是药品和医疗产品。为了总结，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加强非洲的政府的影响网络治理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那些电子治理的平台，这样子这个电子服务使用能够更普遍。我现在想请拉乌表示他的意见。非常感谢主办方，还有今天的主持给我发言的机会。Lena 已经指出了，我自己也是这个 IGF 的参与者，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从这个世界信息社会的高峰会的时间起，我觉得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三个方面，就是允许我们加强电子合作的三个方面。在今天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所以我们所说的内容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平台，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个交流。第二点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些理论的讨论和被落实的这些解决方案之间的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经常，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指出，我经常感觉我们有可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我们经常缺乏一些工具，我们如何能够将这个理论上或者纸上谈兵的这些就是讨论的结果变成就是被落实起来的一些现实。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他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也看到了成员国家目前所表示的一些恐怕地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就在这方面他发挥一个领导的作用。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无法达成一些谁都会满意的结论，但是我们还是要下功夫，还是要努力。让我不舒服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过程是非常漫长，而且我们所做的这些步骤，他们是非常小的，所以经常我们希望马上就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不断的出来什么新的讨论，什么新的流程，什么新的论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现实的结果很少。所以我觉得总之而言，我们应该集中在这个落实的这方面。联合国它应该理解到它的角色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向这个联合国的要求只是创造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有关利益相关者他们会工作，所以他们的联合国的工作只是创造正确的框架，而且雇佣有关的专家，让我们的讨论能够进步。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些短期的任务，短期的目标，这样子我们可以集中在这些现实的结果身上，因为这个多方的模式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实在的结果，那我们不会感觉一些满意感。所以这我的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必须要有什么现实的结论或者结果，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多使用专家的服务。我觉得为了保持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更好的控制我们的网络空间。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些我们的chat 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刚才顺勇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刚才有一个问题是提到我们大家用什么方法来确认网络合作和 IGF 现在做的一些工作，目前我们峰会做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时间还是要再等一会儿，还或者等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一起来回答。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尤其是在关于时间的控制方面，大家要帮助我一下。我也想请 Marie Franceschi 刚才已经说到我们提到的所有的问题。我刚才想回到 Rao 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意见。我想确认的是，我想强调的是，根据我来说很有用的一个 F 比较好的一些论坛是，尤其是这些人制作法律法规的这些人，他们的发言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当中。是的是的，在我们的 EGF 工作当中，他们的这些法律制定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请苏克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这次讨论。非常感谢我可以今天能听大家不同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建议和评论。我也想很好的消化一下。我想确认的是EGF 峰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峰会。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我们应该从这次在国际网络条约当中，我们将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有什么期待？那么，我想把浓缩的我的总结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想向大家提醒的时候，
去年我们是庆祝70周年联合国的成立，我们当时在问所有人，你们大家对对联合国有什么期待？有100万的这个评论，大家提到这些他们的期待，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回复呢都分析一下。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就做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一个政治的宣言。我们总结了一下75周年的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必须要保证安全的、可以合理使用的网络空间，这是一个对于所有人的一个权利。那么所有人都应该有机会使用互联网，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可能积极加入网络空间的形成。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人必须要积极加入这个过程。联合国就是一个平台，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一个总结。我要强调的是刚才联合国的宣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构，能够保证各方面更广泛的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准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说我们共同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有90个不同的一个建议。联合国提出了在联合国治理互联网的方面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今天已经很多工作已经在实施当中。我们应该记住，这只是一个工具，有的人帮我们实现我们的全面的和平衡的发展，尤其是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大家应该知道互联网是公共的资源，每一个人都应该推动它的发展。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的多层次的一个合作，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共同的一个合作宣言和合作的一个联合国准备的和秘书长签字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宣言。他们就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最基本的原则。那么联合国秘书长的特派的这个办公室，他们在准备一些具体的一个原则，他们会在分析所有的投入的意见和建议都会被采纳。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宣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都被描述了。首先就是要所有人都有机会使用互联网，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要防止网络被分小化。另外，我们的个人数据的保护和人权的保护，尤其是在互联网的使用当中，必须是公平的、公正的。在网络上线的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责任能够和一些发表内容的这些个人或者公司对此负责，不可能让犯罪分子在网络空间中使用他们的暴力和犯罪，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什么非常容易实施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这次互联网治理峰会，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峰会有不同层次的一个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为我们探讨我们互联网空间的未来。我们要用所有的可有的一些工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我就停在这，我想我的总结就到此为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下一个我们的探讨的议题是，那要问Vinter 和 Manion， 我想向他们提问。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感觉到你们的问你们的直觉性，你们是否认为这个国际的网络公约是否能够影响到我们将来的网络合作？那么这个影响是不是具体的，或者是有强调重要的？我就希望你们两位发言人能够比较简单的，你们的个人的一些直觉的认知。我自己觉得，我们都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或者标准，而且我们必须要保护这些原则。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这个网络就是保持这个对所有的人有好处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必须要都遵守这是最基本的价值。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达到那个安全开放的网络，而且允许所有的人发挥他的潜力的这个网络。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在这个精神继续我们工作，而且我们不能希望这些问题会自动的解决出来。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协议会比较无聊，因为这个联合国的工作的很多结果都是非常无聊的一些文件，这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协议不会满足所有方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要记得这个信息社会高峰会之后和东尼西亚的这个议场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国际技术合作的协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沟通，需要一个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同时采取一个现实的态度。就是现实的态度就是包括所有的乐观和悲观的意见。我觉得我们目前所走的这个方向必须要考虑到所有人的一些意见。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努力工作。如果谁要参加这个会议的准备工作，可以我们欢迎他，如果不要也行，谢谢。现在我想问你们下一个问题，在这所有的这些问题听到了之后，那这些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够在这个电子合作方面有什么进步？有可能我们到现在所采取的这个措施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新的质量？我们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做什么样的活动 ？Elke， 你有什么意见吗？那我从两个角度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听这个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合作多么重要的，当然这是不容易，因为跟这些政府的机构合作是比较经常是比较难的，政府也经常也不想跟国际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但是我觉得很多地区或者很多组会被这个会从这样的合作有利益。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该找一个平台，尤其是如果我们的合作能够有一些现实的结果。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每个国家政府的
官员 的支持，而且我们也需要一些全球层次的这方面的措施。这就是我们对这个过程的态度。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这一点，目前还有很多疑问。不管无关如此，比如说这些电子身份证，电子身份证的问题已经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所以如果在像这样 的一些题目，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我们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国际的合作。我们在这个范围，我们也想造成很多不同的各方参与我们的合作，比如说私营公司、每个部署的代表和其他的单位一起做，一起想出解决方案。从另一个方面，我想说，每一个电子的解决方案设计应该保证它必须是能够被复制，在不同的地方，它应该是能够落实在一样的方式。所以我要记得，我们必须要鼓励不同的组织以这个定期的方式，参考他们的服务管理的一些模式。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是多方的利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可以考虑如何我们可以想出一些鼓励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让更多的方参加这个过程。我觉得最大的成就的秘诀就是一起行动。我觉得在欧洲或者在全球的层次之内的国际合作是我们要支持的一点。那一样的问题我想问 Milton 三分钟。那么哪些变化是我们需要的，能够使我们的网络发展能够改变呢？有的事情我们说起来都是很容易，你比我们实施更容易。当然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需要的网络合作和数据合作、数字合作，这些合作必须是在世界的一些强国已经准备好了合作。我们现在不太愿意谈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尤其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当中。如果说我们准备好了要合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外交方面。我们要记住的是，数字服务是关于到网络的安全、网络的间谍等等。肯定在这方面，确认很多，要给所有大家都有宽带的使用权。这当然也是不是，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应该解决一些我们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新的政策和方法，尤其是在网络空间的安全。比方说我们网络交易和通信公司的合作都会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华为在美国的应用当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能有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机制，能够增加互相的信任，尤其是在 5G 推动当中做这些工作。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些对谷歌和脸书进入自己的国家市场？为什么美国对抖音有自己的想法，和中国的一些公司？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
尤其是我们在对于隐私和数据的管理，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可以共同的制造协商一些这个合作的模式。非常感谢。现在请 Justin。看来我的时间非常的准确的邀请你来发言。我以前是一位工程师，对于工程师来说，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一些目前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我们有哪些问题需要面对的，这些是什么问题呢？影响到我们的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事情。我的专业范围是网络的一些合作，这方面的合作应该是对于不同的人加入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那我们现在需要准确的描述一下，定义一下，也许我们需要用共同的语言来强调我们的网络合作、数字合作是将来是同样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需要确认我们的优先重视的议题，我们不要分散我们的精力，应该比较准确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地去对待这些想法，这些想法就是为了解决一些好像能够一下子能变成魔棒一样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是一个现实家。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有雄心，能够改变这些非常着急的一些需求。我想我们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能够有共同的一些方案能够提出来，这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我们需要学一些我们的经验，尤其是以前都做的经验，同时我们还要在当今关注我们现在棘手的问题。同时我还想我们现在联合国在数字合作当中实施的一些方案都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帮助新的一些合作手段能够在实施。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治理的讨论，我们可以公开的、开放的、包容的分享自己的方法和法令法规。我们很高兴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可以交流。最后一个问题，请拉给大家给大家提供这个自己的意见发言。当我们都共同的都在考虑网互联网治理的要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的一个事件，关注到关涉到所有的全球的一些社会。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下一轮的一个创新，下一步我们需要怎么走？当然IGF 峰会应该是这个变化的一个领导者，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互相交流。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就像我刚才的同事提出来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些我们的结论，在更高的层次水平上，能够让大家可以解决非常棘手的、棘手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机制，我们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果不是所有的人，至少大部分人在市场上的这些人，这样的机制呢，可以通过在多方的合作情况下才能实施。
确实我们应该确定目前我们哪一些是最棘手的问题，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事情。很多的人都挺悲观的，感觉这些方面的共同的一些约定。那么在峰会前几天，在突尼斯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不可能有达成合约。那么后来三天以后，我们就达成了共识。我想，永远是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层次，但是我们应该用最优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优化的方式就是能够让尽量多的有关方能够加入。我们解决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如果谈到所有的政策法令，就必须要让全球所有的可能的方面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还应该尽量简化所有的过程，而且邀请所有的受益方加入我们的讨论。非常感谢。苏克，我想现在请你来发言。我不知道是否现在还有一些我们的论坛上有一些留言。肯定我们的参会者同意需要的是我们共同制定共同的规则。有一个问题刚才是在 chat 上面提出来的。我们也许可以直接向他回答这个问题。我没看到 Zoom 上面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卡特维茨的现在的人有什么项目要提出。我看见有一个发言人愿意发言，请给他麦克风。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建议，我们的会谈我非常喜欢。我们谈到是当今我们的互联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发现你们有谈到关于年轻人的一些事情。新的年轻的一代不应该被忘记被遗忘。比方说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想知道，那么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新的一些战略发展方案。尽管没有任何人没有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一代，那么我们应该您提出的这些规则我们必须要改进，尤其是和年轻人的合作方面。下面谁愿意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我想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认为我们都很年纪大了，当然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在关注这些问题。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把我们的把一些具体的多方的一些会谈和联合国的一些项目，而更加的靠近每一个一些普通人群，就是他们在利用互联网治理的一些实际的使用者。我们应该记住，如果我们要参加 EGF 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护照，我们要有机票服务。当然我们可以也用远方，我们应该上网的一些快速的网络等等。要参加 EGF， 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网络和远程的一些工具。我们应该
想办法能够接触到那些还没有方法上网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关注到我们的关注到我们的议题，我们要想办法这些人是如何能够加入我们的工作。应该需要问一下那些没有加入全球的互联网，他们到底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希望我们说的这些变化不光是在巴黎、纽约和伦敦，也在坦桑尼亚、苏丹和孟加拉国，在这些国家还有很多的一部分人群并没有接触到互联网。我想你在说到年轻人的时候，我想你肯定想到其他的一些没有被连入互联网的这些边缘人群。我想所有人的发言和加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不能参加我们这个峰会的一些人。当然我们也是在多年之前都在说这个问题，十年以前我们已经重复说这方面的事。我们应该靠近这些根本没有加入互联网的这些人。当然我们这段时间没有获得很多的成绩。下面我们请让 Paul 给我们发言。网络应该是一个促进社会包容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疫情给我们表示不一定是这样子。经常有非常多人他们对这个加入网络有什么问题，或者这些网络的费用是太昂贵，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这些法律规定。但是不只是从上往下，而且从下往上，就是我们应该多听取比如说女性或者青年的一些意见，因为他们经常在这些所进行的这些对话，他们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这个启用能力活动。所以我们想加强这方面的意识，而且教人如何在这方面进行改善，如何通过这个促进新的企业成立。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在推广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想所有的公民必须要能够使用这个电子服务，比如说在非洲，我们通过这个智能，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保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这些服务。阿米尔，好像你想说几句话，那现在阿米尔先生来说，非常感谢，我可以表示我的意见。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叫阿米尔·莫卡贝里。我今天对大家在场的所有人想提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推广新人、推广安全的网络，那个旨在发展的网络，它是否应该作为我们的这个优先选择？那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而且目前这个网络就成为了一个大战的一个现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意识，而且政府应该在很多层次进行合作。有可能我们应该组织一个国际的民事或者民用的组织，管理这个网络，像那个民用航空的组织。你们觉得这样的组织的意见是怎么样的？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说好网络具体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电子合作，但是我想说，我们在开始在作为一个前提，我们应该决定如何定义一个好的网络。我们到底想搭建什么样的网络空间？所以我们想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网络的一个前景。我们如何建设那个集中在和平发展的这个空间？非常感谢。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电子经济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在这个创造新的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范围？我觉得所有的国家能够为创造这样的民用的空间建造会做出一些贡献。非常感谢，这些意见是非常有意思。我自己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好像这些你的意见都是涉及到这个哲学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题目，因为现在我们的时间好像是差不多到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 IGF 的峰会它如何能够适应正在变化的这个现实？它如何能够落实创新和改革，让它能够跟变化同步进行？那它这个 IGF 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我们谈这个推广国际电子合作。那现在我问这个Maria Francesca Spatolisano， 请控制在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在我们对话第二个部分，有非常多有意思的意见。如果我理解的对，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遵守一些标准，我们应该。寻找一个共同点，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实在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奈奈已经提到了这个过程有可能会比较无聊，但是还是会，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件事。非常感谢这些意见。有人呼吁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联合国的行动当中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态度。那我对这个我也想采取一些立场。我们今天提到了我们的共同异常，还有共同的倡议，而且那些就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的一些原则。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在一些现实的活动落实那些原则或者倡议。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想出什么理论的解决方案，而是落实这些解决方案。接下来我想表示这个 IGF 的作用，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但是它也应该变成一种平台，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检验或者见证一些具体的行动或者联盟，而且这些行动和联盟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标准落实在现实。那 IGF 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那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创新、改革、适应这些主张。有很多人希望我们会这样子。我知道对不同的就是程序的简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必须要界定一个期限，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应该在这方面进行交流。
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强调这些地方的什么论坛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青年的一些论坛的作用是重要的，所以这个 IGF 也有这样的项目。我们也觉得我们也应该向没有参加 IGF 会议的那些人推广我们的这些主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启用能力，还有扩展我们的一些影响范围。现在我们在 IGF 的结构，我们加上了一个高层次的讨论会，就是领导的讨论会。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扩大 MAG 的这个多方团队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也想强调，我们在 IGF 范围之内也有这个议员的这个讨论会，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参加我们的积极参加我们的 IGF， 那他们可以把这些我们工作的结果落实到这个立法的程序，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当然，我们也需要这些活动相关的资金。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这些资金的来源，那我们的活动和行动会有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那些有意思的结论和发言，我们会积累着所有的信息，并将他们转发给秘书长的负责技术的这个有关官僚。谢谢。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现在我继续说一下，互联网治理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构，并不是说不像其他的联合国的机构，这是一个论坛峰会是一个讨论的平台，而不是说它可以形成我们的法令法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EGF 峰会它应该有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可以公开的应该的讨论包容性它的法律规定制定。但是 EGF 并不是说它的包容性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推广，当然这方面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多，我们也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应该记得所有的事情，我们应该知道，也应该在我们这个峰会上讨论，在有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社会组织代表私人企业技术层面的方面，这些人都感兴趣。我们谈到我们大家都说要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相互理解的一个层次，就是满足所有人一个共同的愿望。这个共同的愿望并不是说马上能影响到我们的政策和法令，我们没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各种的声音。有一个调查上得出了结论，必须要保证95%的各个国家的代表能够在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当中，确实它有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决定，关注到全球的各个人。那么EGF 这是一个峰会，能够使我们所有的各个方面的代表，各个社会组织的代表都能够发表自己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支持这些社会的一些人员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能有自己的声音，能有多层次的。我们也需要，当然我们需要资金的支持，我们也需要能够使我们这方面的积极分子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地球南部的一些国家也能够发出这里声音。
那么这些积极分子在这方面，他们应该能够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尤其要注意到的这些非常困难的一些社会群体，他们在国际上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这一些各种方面的面对，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的网络空间，对所有的社会各个机构都能够受益。下面我请 Milton 能给我们提出自己的评论。有什么方法 EGF 可以成为更加的有创新性，我们更加能够适应我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了解 EGF 到底是什么。 EGF 从来也没有，将来也不是不是一个法律制定的单位，它是一个所有各方面的一个讨论的平台，各方都可以公开的互相之间的交流和探讨。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得出的结果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以后的政策的制定。那么就会全球的各个社团之间互相交流，这都是一些比较微型的一些交流。我们的合作是首先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互相了解。我想这就是互联网治理大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感觉， EGF 不可能成为他更多的一些责任，他只是一个他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机构的产生，也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岗位，但是这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形成新的法律和法规。那么我想这个方面的发展有可能还会威胁到 EGF 的发展。我们应该更加勇敢的，更加的面对这些互联网的一些争论。那么我们的高薪我们的咨询机构 MAG 必须要更加的在今后的几个月当中更加的获得加强，必须要少量的专家能够互相讨论，而且他们有知识的一些支持。在 MAG 机构当中，必须是一些确实有他们有这方面的全球网络管理的治理的一些知识和经验。我们还应该更加的勇敢的做一些决定，关于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加入国家世界强国和世界大的机构能够加入。有人跟我说有很多有些国家在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我想在EGF 这个峰会上，我们不应该避免这些方面的问题，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去谈。那么国际的所有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我们是必须的，但是 EGF 并不是联合国的安理会。那么这些在 EGF 峰会上谈的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些能够EGF 必须是更加的公开透明，更加的获得更多的信任。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下面问一下苏勇有没有在网络上有些留言。我们还剩几分钟就要结束这次的讨论，我想给我们在场的一些参会人员给他们一些发言。我们想问一下孙勇有没有什么网上的问题。
我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Henri， 问一下作为Mark 的一个负责人，在很长时间以来，你听啊、哦，你听见我的吧 ？OK。我的问题是想问 Henri。他有多年的经验在MAG 担任负责工作，你的将来的有关 EGF 的将来发展的愿景和方案是怎么想的？我同意刚才我的一些米尔通说的很多的意见，我想 EGF 首先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劲的一个全球合作的平台，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法律制定的机构，但是这是一个一群非常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挥。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有权威的人，能够比方说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能够被全部使用。那么 MAG 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力量，这次峰会的力量，是因为从下往上的一些提出的一些建议。如果整个 EGF 生态环境我们被分解成很小的微型的方块，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很多人在当地运作的一些人员。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建议都是从下而上的，我们不反对我们的领导人峰会的一个板块，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生态不要被分化成很小的一些部分。孙勇，还有人来参加我们的 chat 上面的论坛吗？那现在我们听这个现场的一些人的意见，那后面好像有一个人想说，好像有三位想发言，非常感谢。我自己来自叙利亚，所以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领域。我已经有几年的经验。我不想讨论那些新政策的建设的成立，但是如果大家能想起这个多尼斯的这个倡议，那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倡议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有非常多歧义，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打算做什么。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那个文件是比较离我们生活遥远的一个文件，当时我在那个文件的这个语言是非常有歧义，而且没有完全界定。很可惜，在这个 IGF 的峰会的范围之内，我们都接受了很多这样的不明确定义。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它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些没有好决定的这些词语，就是这就是一个困难。我觉得很多国家没有足够的理解来就是
服从我们在这里 的一些结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也失去了这些小国家 的一个参与，因为 在这些所有的活动 不够参与那些小国家 的代表。在周一副秘书长他说这个疫情让我们更密切的合作，他强迫我们更密切的合作。所以说我希望那些新的服务或者新的解决方案能够变成一些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更为普及的这些解决方案。因为目前这个所谓电子产品的服务分布目前是足够的，尤其是那些小国家他们的参与是不够的。所以如果我们谈从下往上的这些过程，我们必须要更考虑包容性。Hello to everybody. My name is Mr. 大家好。我叫 Yellow Alahan， 我来自 Guinea， 这是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 IGF 论坛。但是我来到这儿，我已经有一些结论。第一个是这些论坛主要是用英文交流。所以我的意见是这样子，我们要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用英文。我在其他的会议参加，当时这个服务的当时这个翻译的服务是存在着，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 IGF 也应该有一些翻译。所以这里所有都是英文的，我自己不知道有一个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谢谢你的意见，但是如果你往后面看，你能看到翻译，所以如果你需要翻译，你可以收到翻译。不是所有的会议，但是这个大厅都是有翻译。Pendant que le micro fait son voyage, au niveau national, il y a aussi l'IGF. 在这个国家的层次，也有像 IGF 的这样会议。当然，这 IGF 是一个国际的会议，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每个国家的语言举办这样的会议。所以不管我们想要什么样的语言，我们都可以在国内讲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是国际的会议，这就是为什么主要的语言就是英文。我自己是波兰播放台的乌克兰代表处的员工，所以你们现在也提及了一些排除性或者其他的这样的项目。所以关于中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希望中国会允许他们的公民以合法的方式使用 Facebook？ 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效跟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但是。这个问题是针对 Milton Miller 先生，有可能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按照我的理解是，中国是否会开放他们的这个信息经济？我觉得不，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完全相反的，而且这个让我们担心。当然，在中国我们能看到一些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开放，第二个是关闭。所以现在好像中国有什么原因害怕开放，所以他们现在越来越关闭。但是坦率地说，
美国也是在这么一个阶段，或者说在 Trump 的这个期间，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国际的合作，我们也必须要谈这个大国的强国的合作，因为目前有美国、中国和欧洲，可以说三个强的主体，所以他们的合作，他们之间的合作是重要的。我不想说其他的国家就不算，但是这三个大的主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的决定就影响剩下的国家。所以我自己希望中国、美国和欧盟能够一起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这些题目，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达成什么共识，我们的这样子，我们信息的交流能够更开放，尤其是在这些个人信息，和其他方面，我觉得 IGF 应该多集中在这样的题目身上。谁已经表示？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我们知道 IGF 在这里也没有发挥这个领导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些基础，让这些基础能够影响这些大国之间的合作。非常感谢，我们的时间到这儿，所以非常抱歉，我就不让你继续，但是现在我们就要结束。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而且我也想表示，秘书长，秘书长他也在看我们的会议，所以他非常感兴趣。谢谢大家，再见。